钱是最不重要的。你很缺钱吗？啊，有点。今天先到这儿吧，你明天再来吧。那你的。我先走了。老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萨瓦，我回来了。对，你这么晚才回来。别提了，我今天闯大祸了。你不是去打工吗？能闯什么大祸？我今天不小心把一个同学给撞骨折了。所以说你今天是去照顾骨折病了？是啊，累死我了。你这照顾一天啊，这么严重啊？对呀，都包扎成一个球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痊愈呢。哎，等等，大半夜的干嘛呢？不是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吗？我就去买了点排骨，明天给他煲个汤，希望他能赶紧痊愈吧。嗯，有情况，这么殷勤，是不是撞了个帅哥？我都把他撞成那样了，总得对他负责吧？没否认，看来真是个帅哥。哎，哈，你这两天又是被告白，又是 pose， 又是被堵宿舍的，你走桃花运啦，小圆圆。怎么了？你这两天去打工了，不知道可精彩了。回来的时候有个男生在宿舍楼下等他。如果告诉你们这三个是同一个人，顾夜白，虽然你说话让人讨厌，但是我会负责的。这个是我做的三明治，这个是我煮的大骨汤，这个。是我熬的粗粮粥，你想先吃哪个？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你不用这么费心，你只需要每天过来。那不行，既然你受伤期间是我照顾，我就得对你负责任。不吃东西哪有力气好啊？嗯，我没胃口。你自己吃吧。一个人吃哪有滋味，两个人分享才更美味啊。快吃吧。叶白啊，妈今天晚上加班，我们两个自己吃，我给你买了鸡腿。哥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一个人吃哪有滋味啊，两个人吃吃不饱呀。这里也许不饱，但这里很满足。碰到你嘴了，我不能吃了。你要是不领情的话，那我只能把它扔掉了。想起来，这个是我刚才吃过的，逗你玩的，我没碰过。准备，嗯，吃啊。